院长，然后立法院的各位同仁，以及陈松院长所有的各位团队，大家早安。我们有请那个陈院长，谢谢。高经委你好。院长你早。这几天看到您这样子，好像体力比较不堪啊，加油。是，谢谢院长。还记得上一次本席在这里针对各原乡地区统筹款分配严重失衡问题向你所提出的质询吗？对。当时您的回答是说，中央有编列4.5亿的预算，而原民会明年也编了68亿的预算。您这样子的回答显示出院长您对原住民的预算还有问题的确是非常的陌生院长您知道吗？所谓4年500亿，我简单的来讲，其实就是您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简单说就是行政院各部会这4年执行在原乡的公务预算的总和。这些预算不是特别编列的，而是这4年当中各部会它必须要执行的例行性业务，而不是专门用在原乡地区本席现在举个例子让您知道。我们以交通部来看，交通部98年到101年编列了150亿的预算，然而这150亿它用来什么呢？用来改善省道的公务预算，是省道，而原乡地区要的是乡道、联络道跟农路，这是维护省道的预算。省道部分就算也是对院长，你先听我讲哈，就算没有这4年500亿的计划，公路总局也还是要执行这些预算的。院长，这样您清楚了吗？对，我们很清楚。但是我给你报告，就是说省道部分也是原住民也在走。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我懂你的意思，你意思说省道原住民也在走，所以这个就也把它列为这个所谓的4年500亿。好。而原民会明年度的预算是68亿预算，实际上可以支用大概只有30亿。院长，您如果有心要了解站在你旁边的这位主委可以专门为您报告。可是本席呢，今天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边，本席今天要跟你探讨是其他的问题。您对原住民的问题不清楚没有关系，本席在这边，因为我在立法院已经11年了。我走遍所有的原乡部落，也看尽了所有的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处理大小的风灾的问题，也看了编列各式各样的预算的特别预算，然后还有地方政府他刻意来挪用中央统筹分配款他凸显的问题，我在这边跟您说明。其实呢，这些问题的背后凸显的就是原乡这20年来这几十年来最大的痛苦。本席一直很觉得奇怪，动省以后钱跑到哪里去了？动省之前呢，原乡的钱、原乡的基础建设从来不缺，而且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动省之后，钱通通收归给中央。可是我们看起来这动省之后，原乡地区轮流成为灾区。我们就以2004年七二水灾来看。那个时候的风灾呢，中央突然发现，哇，动省以后呢，所有的县管河川的整治预算通通都是被地方政府挪为其他的用途。农路呢，它的预算还有它的权责也归给了地方。当时的尤锡坤院长说，地方能做的中央不要做于是乎，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原住民地区的动省之后的所有的基础建设的确是非常的破损不堪所以一到风灾的时候，一塌的都是原乡地区。当时我们中央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编列了所谓的水患治理计划，总共8年，编了多少呢？1160亿，要来补什么？这动省之后地方政府把这些钱挪去的破洞。可是您知道吗，院长，这个计划为期8年明年就要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状况。我们以嘉义县来说，嘉义县里面呢，总共这几个总共有8项，8项里头是我现在挑出来执行率很差的，大概只有48%而已。明年就要结束了，你看还有这么多，它的执行率是零的。我们再来看第二章，高雄市
这也是八项的工程，它还有其他项了，我只是挑出比较现在执行力差的。它还有一项是没有执行的，一项是1%的，然后呢，其他大概都已经执行50%，明年就要结束咯。我们再来看一下，花莲县有4个，也是明年结束，有2个现在执行率还是0%。再来看下一张。好，刚刚我们看的是8年的，明年就要结束，你看还有这么多钱没有被执行。我们来看一下莫拉克风灾，莫拉克风灾呢重创了我们的南台湾，重创的地方也大概是原乡，然后中央呢编了3年1200亿灾后重建，然后呢这个计划在今年就要结束了。我们看地方政府的执行率，台东执行率48.44%，屏东55.05%，高雄53%，嘉义县74%，今年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执行率才多少？57.8%。院长，您上台之后呢，你积极推动所谓的行政区划法，还有财政收支划分法，这两个法案也列为您最优先的法案。可是本席要讲的是，这两个法案如果没有结合我们内政部现在所积极研拟的国土计划法，还有原民会的原住民自治法来共同思考的话，我认为啦，它是完全无法落实执行防灾救难的预算，还有国土保安永续发展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行政院版的财划法的草案，你希望达到什么呢？增加地方实质的财源，还有保障地方财源只增不减。院长，您刚刚看到本席给你看的这2个风灾的特别预算，它在现行地方制度的架构下，因为政治的考量，你就要增加它的，或者是保障它的地方的财源。我认为啦，就算给地方政府再多的预算，还是会像现在这样，要不就被挪去所谓的经济发展，或者是挪去人口多选票多的地方，所以选票少的原住民地区，它又是被牺牲的一个很重要的30个3D乡。而防灾不编预算，救难就推给中央，其实这就是地方政府现在面对灾害最大的态度。我举几个这几个县长的说话，让我们的那个院长你来回忆一下。2011年9月2日，屏东县曹启宏县长说，中央治水预算不是没有，就是拖延的分歧，让治水成效大打折扣，年复一年老是事后陪官员巡视灾区，实在让人心灰意冷啊。这是曹县长说的。2012年5月21日，台南市长赖清德他说，大雨造成了台南的大淹水，连警车因为地下道淹满水，然后困在里面，差一点面底了。台南市长他昨天前往勘灾，他炮轰中央，他说数百亿的治水预算迟迟不通过，才会让台南的灾情如此的惨重。2012年6月21日，嘉义县的县长张花冠说，他说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编列预算来协助嘉义县的在东石怎么样呢，设立蓄洪池，以改善长久以来的淹水问题。2012年8月2日，花莲县的县长傅昆萁他说，花莲的河川流域面积占台湾的51%，可是整治河川的预算不到1%，一直没有中央的预算来支持花莲。花莲县政府呢，已经达到了举债上限，无法再借钱了。中央财划法也没有通过，而且没有统筹分配税款可以来支应。他预期中央重视花莲的困境，从2011年到2012年，各个县市首长炮打中央。我要质疑的是，中央没有给钱吗？地方没有现统筹分配款吗？动审之前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动审之后钱偷偷松归给中央了，而这些钱也一一分配到地方了，为什么还要炮打中央啊？院长，您听到这些县长啊，透过媒体这样放话，你心里有什么感想？我跟高金委员报告一下哈，
你刚刚提到几点哦，我一一的回给你报告。好，不用报告，院长，因为我今天有很少的时间，我要拿出很多的数据让您知道。那刚才几点？刚刚我讲的这几点，我可以先回答，都可以。刚刚我所讲的这县市政府炮打中央，我相信院长您心里一定很不平衡，对不对？不会。好，举个例子来说。我给你报告嘛，这举个例子来说，屏东，屏东有几个？八个乡。它占屏东的土地面积是43%的土地面积，嘉义一个阿里山乡，它占的土地面积是嘉义的22%的土地面积。我们再来说台东，台东总共有五个乡，它占的台东市的土地面积是55.8%的土地面积。你先听我讲完。花莲有三个乡，它占花莲市的土地面积是70%。好。既然原乡跟宝玉有这么样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本席再举三个例子让您看看啊，来说明一下资源分配是怎么样的不公平。不管是中央也好，不管是地方的县统筹也好，我举三个例子。宜兰县，我们看宜兰县，宜兰县总共有两个原乡，它占宜兰县的土地面积是65%的土地面积。它有70%的土地面积是在我们的中央山脉保育轴是重叠的，每年中央给这两个乡的统筹分配款是1亿7000万，那么县统筹分配款给这两个乡是2100万，两个加起来1亿9000万，平均一个乡不到1亿。台东县五个乡，它占的土地面积是56%的土地面积，有70%的面积跟中央山脉保育轴是重叠的，每年中央给这五个乡多少钱？3亿7000万的统筹分配款，县统筹分配款给这个五个乡多少？770万，中央跟地方合计加起来总共3亿8000万，